古筝，你这个可以呀、啊。你看你什么态度呀？这个公司咱俩最好了，咱俩是好姐妹，我怎么能跟你抢呢？是不是？再说了，这上个月工资我都拿着了。真的吗？当然了。哎呦我去！这个月工资谁拿还说不定的吧？对呗，这个月的40万，我跟你说，绝对是我们啥锅双二人组的。还真是一点默契都不默契好吗？已经做好挨打的准备了吧？你这个是？说说明吧你。非常非常好啊！你们的精神和你们的行动深深的感染了我，公司文化就靠你们传承和发展了。嗯。哎，吴海龙呢？老板。人呢？我在这儿。哎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你们的装备啊？拿了个吉他吗？哇！哎呦妈呀！发个工资没必要这样吧，孩子？飞龙啊，非常欣赏你的气势啊！太棒了，同志们，太棒了！我很欣赏你们的气质啊！嗯，这样。今天的40万到底属于谁呢？是我们拭目以待。来，大家准备好啊！准备好了啊！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飞龙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啊！好，非常好。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嗯，马上就要开始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啊！3、2、1，走！老套路，还想玩我？非常棒，吃一堑长一智啊！非常好。接下来没有玩笑了啊，残忍的时刻马上即将到来。3、2、1，走！40万，哎，我电话。钱里有迷药。你们这帮人呢，从来就没有真正理解过我的企业文化。我让你们竞争，其实讲的还是团结。任何一个团队，一个集体，没有团结，怎么能成事呢？如果你们大家早点团结起来对付我，这个钱你们早就拿到了。记住啊，领会精神，领会的错误。这个月表现的都不好，都没钱，下个月再说吧。